Good afternoon,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Picturing Hong Kong ink paintings by contemporary Hong Kong artists. I am Janice from the Division of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nd your MC today. 今日我哋非常榮幸請嚟咗香港著名嘅五位水墨畫家，為佢哋喺香港科技大學嘅聯展作主禮嘉賓。 Today, we are very honored to present to you five Hong Kong-renowned Chinese ink painters who are having their joint exhibition at HKUST today. 典禮正式開始，首先有請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鄭樹坤教授為我哋致歡迎詞，有請鄭教授。 各位來賓、各位同事、各位同學，大家好。首先咧，我喺度僅代表咧香港科技大學歡迎咧各位嘉賓嚟臨到今日咧嘅展覽嘅開幕典禮。特別咧，我係想歡迎咧今次咧參加我哋展覽嘅五位畫家，佢哋分別係黃孝葵先生，係黃孝葵先生、馮永基先生。 管慧邦博士、梁嘉怡同埋梁嘉怡女士同埋蔡德怡女士，OK， 頭先都介紹過啦，佢哋咧五位咧都係咧喺香港極具代表性嘅水墨畫家，OK， 今次咧得到咧佢哋咧嘅首肯咧一齊咧係喺呢個香港科技大學嘅圖書館裏邊舉辦咧呢個五人嘅聯合嘅畫展咧，絕對係我哋科大嘅一個嘅榮幸。香港科技大學咧。 係一間我諗大家好多都知道係一間以科學同埋工程為主嘅研究型大學，但係咧我哋大學咧一直咧都好重視個人同埋全人嘅教育。喺藝術教育嘅方面咧，就正正咧係我哋全人教育嘅一個好唔可以缺乏嘅一個範疇嚟嘅。所以咧，除咗我哋嘅同學要修呢個本科嘅科目之外咧， 我哋整間大學嘅所有嘅同學都要咧修選修咧，我哋呢個所謂嘅核心嘅課程，我哋叫 Common Core。咁喺呢個課程嘅裏邊咧，係包括咗好多唔同嘅包括藝術同埋文化嘅學科，裏邊嘅可能有啲係繪畫啦、作曲啦、音樂啦，或者係詩詞創作啊，唔同類型嘅嘅一啲藝術文化嘅學科嘅。除咗推行咧呢啲嘅課程之外咧， 其實校園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不同類型大大小小嘅一啲嘅藝術嘅活動。今日我哋喺度聚埋一齊睇呢個展覽，就係其中一個啦。藉住咧呢啲咁樣嘅展覽啊，呢啲咁嘅活動咧，希望可以豐富同學咧喺佢嘅校園嘅生活啦，亦都提高同學咧喺藝術上面嘅一個素養，擴闊佢哋嘅視野，而真係咧真真正正達到咧我哋全人教育嘅目標。今次我哋有兩個部門，一個部門就係圖書館。 一個部門咧就係我哋嘅人文學部（Division of Humanities）。咁咧一齊合作咧，係咧喺個校園裏邊咧係提供咗好多呢啲咁嘅藝術文化嘅活動嘅。一向以嚟，我哋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展覽，包括之前嘅可能有啲同學或者同事都有參加過嘅陶藝嘅展覽啦、攝影嘅展覽啦，同埋咧係一啲嘅文化嘅講座。今次呢兩個部門再一次合作。 帶嚟俾我哋呢個咁特別嘅呢個水墨畫嘅展覽。今次呢個展覽呢，就係以一個比較特別嘅主題嘅，係香港嘅大自然風貌同埋城市嘅景觀作為一個主題，由五位畫家唔同嘅年紀、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方式 ，OK， 頭先我同其中一位畫家都有睇到佢用咗唔同嘅方式去表達佢哋嘅心目中嘅香港係一個點樣樣。 咁一陣間咧，大家有機會可以睇嘅時候咧，就可以睇到佢哋嘅眼中嘅香港點樣表達出嚟。黃孝葵先生咧係香港水墨畫壇嘅前輩大師。OK， 啊係喺度。OK， 咁咧佢嘅山水畫咧係以寫生為主，筆墨咧係好細緻啦，亦都咧係佢將都市嘅風景咧係結合咗一啲中同埋橫嘅幾何嘅架構。 係創造咗咧一個比較獨特嘅水墨畫嘅新嘅作風。OK，雖然我就自己真係一係門外漢，但係咧一陣間我哋會一齊咧去欣賞下佢嘅作品係點樣係有呢個咁嘅風嘅新嘅風格。
馮永基先生亦都係著名嘅建築師同埋咧係水墨畫家。咁除咗咧佢將呢個傳統嘅筆墨同埋西方嘅繪畫嘅技巧融合一齊之外咧，亦都加上咗自己本身嘅專業，即係建築嘅專業啦。咁咧成功係創造咗一個咧以風景為題材嘅一個新嘅水墨嘅系列。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特別嘅。另外三位嘅畫家，管博士啦、梁女士同埋蔡女士，佢哋咧嚇都有佢哋各人獨特嘅風格，所以咧一陣間大家都可以睇佢哋唔同 OK 嘅方式嘅風格嚇係嘅作品，咁啊大家可以慢慢欣賞。喺度咧，我再講一講嘅咧，就係今次嘅展覽，亦都好似之前嘅唔同嘅展覽一樣。展覽不是只是一個展覽那麼簡單，而是一連同的展覽呢是還會呢是可以有一些的講座、一些示範和一些的導賞。多得呢五位畫家呢是幫我們呢是呢不單只是將他的展品是給我們去展覽，也都是幫助我們呢是去提供一些講座和一些的導賞給我們的同學、給我們的同事，叫我們呢可以在他們的身上呢是真的親身聽他們自己怎樣去解釋，以及在他身上呢得到一些的啟發。咁喺度咧，我再代表咧我哋嘅科大嘅同學同埋同事咧，係向五位嘅畫家咧係致衷心嘅感謝。最後今日嘅展品咧，亦都已經係編印成書，大家睇到喺嗰度有啲書，咁亦都係歡迎咧大家咧可以咧係攞翻去係咧繼續係欣賞，係啊唔需要客氣嘅。好啦，咁喺度咧，我諗我唔阻大家嘅時間，一陣間咧大家可以睇好好嘅欣賞。多謝。我哋而家有請黃孝葵先生為我哋致辭。黃先生有請。我好開心，可以代表各個畫家表達我哋由衷嘅謝意。多謝政府學長，多謝彭主任、陳館長，仲有多謝各位校女同埋校委嘅朋友，多謝大家捧場。多多指教。同時，我要多謝科大圖書館何仲有多謝副教授何小姐和有關工作人員策劃籌備布置了呢個頗有特色嘅展覽。何小姐要求我用廣東話講，我明白。佢嘅用心，因為呢個展覽嘅主題係香港水墨畫家描繪香港個景象，啱唔啱？我希望我唔係好點個廣東話，唔會破壞咗展覽個完美。喺年前，我喺嗰度畫畫，我個仔就行過嚟同我講，佢話：老豆啊，你知唔知啊？而家畫畫都冇人用筆噶啦，那個意思係我哋嗰啲水墨畫好似已經被人哋勾咗啦。但係我哋今晚呢個展覽，個個畫家都係由不同嘅角度，用咗不同嘅手法表達不同嘅題材，但係都係用筆畫出嚟嘅，所以證明到。我哋呢啲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嘅香港水墨藝術，仍然具有超強嘅表現力同埋超強嘅生命力，都係話人人有排玩。喺60、70年代，由李先生、黃慕齊先生為代表嘅新水墨畫和劉國松先生為代表嘅現代水。开了中国绘画史史无前例的最深刻最宏大的改革，他们的影响一路延伸到现在，在今天的展览中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香港水墨画与中国内地的水墨画中国画是不同的。我以为其中最主要的不同点呢，是我们香港的作品具有自己獨特的個性，很強調創意，思想比較活躍，活躍還是活躍？我活躍，
好像我們看不到這些畫有犧牲或者是哪些流派的痕跡，我們看不到是哪個老師搞的，也沒什麼牌，沒什麼牌了。香港的水墨是香港最有成就也是最有特色的藝術品牌，希望香港社會都能夠好像科大那樣支持它。 最後我果然是要去參加展覽的，這位靚仔靚女，因為他們的青春氣息感染了我，可以令我捱多幾年。 係咁多。現在嚟到剪彩儀式 ，Now it is time for the ribbon cutting。 有請香港科技大學協理副校長鄭樹坤教授、黃孝葵先生、馮永基先生。 韦邦博、梁嘉贤女士、蔡德仪女士、人文学部教授及主任唐立教授 Professor Christian Daniels、水教授 Professor Flora Fu。 请各位嘉宾准备喺我讲三二一之后一齐剪彩，准备三二一，多谢各位，请郑教授同 Professor Flora Fu 傅立水教授同五位画家留步。郑教授将会致送纪念品俾副教授同每一位画家，以答谢佢哋对科图书馆嘅支持。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 artist, Professor Chang is presenting a souvenir to each one of them. 呢一份纪念品系科大图书馆古地图特藏复制嘅地图，包括世界、中国同亚洲嘅地图。 This souvenir is a set of maps reproduced from the HKUST Library's special collection of antique maps. They include maps of the world, Asia, and China. 请每一位嘉宾同 Professor Chang 影张合照先。 咁我哋而家再影張合照先。喂，多謝各位，請大家留步，而家係合照嘅時間。It's now photo time。有請各位主禮嘉賓 ，May I first invite all officiating guests, Professor Christian Daniels and Miss Diana Chan。 仲有請黃孝葵先生嘅太太、馮永基先生嘅太太一齊同我哋影張相。
開幕儀式演員滿結束。